有时候会弹挑眉哦。你的眉毛我今天不动太多，但是哎，你现在堂课也会来补课对不对？那慢慢帮你把心修出来，因为上次那个好投低一点哦。上次那个谁猪猪是因为他是我修过，所以我调很快。你的今天我不动太多，怕你不适应。他的眉毛还可以再调。